这几年来，有青岛主流街人士作品，每可能都客家元素。也不过，就爱奉送街推翻同化，不改结阵回来。除了有花艺、胡萝卜两种配音版本，那么还有灿烂胡萝卜、老实人，还有原田两条安多种客家街腔调街多种配音版本。制作团队每去年本日先改真人冥想来配音，每度人士界引起讨论。准备了，就要用南亚松树，叫做两千八百个东西。提天人烟都看到行业批型的土花，是唔系过去新鲜咯？台湾土花天人特别结展未来，放一版二十七条白枫树，那我还有当年二版跟好老花版，咪会提两叶粗切来枫树。不过当年二版算来有哪一条语言咯？其实行业众多强调啊，吼，有吸烟，有海料，有泰普，有台湾，哈。另外还有用听咯吼，就讲 N R P 营的时间，就讲像青岛嘅，除了讲其他条主要嘅演员之外吼，没有像也得位老先生这个老一片，比无可用枪条的个黑发。接下来饰演的是我们八戒的曹佑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佑宁。当年二班主角行二 P 演，前来是做过客家时代剧《茶剑》嘅女主角连依涵。香港年代就会开始放送嘅客家电视台电视剧《神空下嘅五朝道义》主演之一嘅曹佑宁，两人在各港客弄港行起困难。对，我就是坚持海陆，因为我觉得，对我就觉得海陆很好听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这次也让我讲海陆？一开始接触到客语会觉得它很难，但后来渐渐的慢慢熟悉之后，你会觉得这个语言特别的美。他很像，有点像在唱歌的感觉。做刘天阳，看到客家，蛮系头一摆。不接班呢，咱做存在，大家衣冠都要健身啊。你都马干嘛？我会帮他接客户。他不是好人啊。二零二三年，佛水天阳扎团演，剧中出两人演，对翻唱作风的菜，当然嘅神发态势是浅，拥有客家文化，客家意象，天天嘅打捏主流样式前，马不民族自然嘅接触本土文化，客家新闻差异非常有限，特别报道。